由郑元畅、林依晨合演的八大偶像剧《我的亿万面包》正式开拍，只不过才开工没多久，郑元畅就要饰演一个因为车祸受伤不良于行的伤残人士，每天只能靠着脖子上挂的面包解决三餐温饱，与之前的斯文形象相去甚远，但小纵却很怡然自得呢。当穷人很自在啊，现在感觉好像很需要一个看护。对，因为我得了重伤，而且很方便的就是我的食物都在我的脖子旁边，就平常不容易大吼大叫，然后在戏里面就可以对人大吼大叫，就觉得还蛮爽。有顺便舒压吗？有，演这个角色太快乐了。剧中小仲和依晨为省钱度日，两人合租一个小木屋，不料因为房子太老旧，竟然出现老鼠。原以为依晨会害怕，没想到怕的人是小仲。镜头移到户外，黄文馨将和小纵有一场精彩的对手戏。首次挑战戏剧演出的他，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你要我说出一个说服你的理由，他比较要说服我。只要你能说服我，我就怕。啊，对不起。不是，你逼我非得说出一个能说服你的理由。对，就是要你说出说服我的理由。一定要说。废话少说，快点说啦！侯佳颖的整理报道。